一个月到了，盲铁人打造计划告一个段落。今天我们要来一场模拟赛，第一个上场的是思佳。有玩具，快点，加油，我带你。继续哦，快到了。我们是一群东京国小的学生，我们的家乡原本是一座美丽的小岛，但是这些年来游客越来越多，很多人也不做分类，海洋垃圾也越来越多。我们甚至在情人洞看到一只搁浅死亡的鲸鱼，鲸鱼肚子里面都是垃圾。我们害怕有一天我们的家园和海洋生物的家都被垃圾淹没。请大家减少制造。